欢迎，早安！今天是来到纽西兰全面封锁第11天，是吧？11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早餐，准备要吃了。我一开始那个鸡蛋那个 mixture 呢，我忘记加牛奶，所以就弄到超级超级厚一团，就很像那个叫什么，像米粉龟哈，就很像面粉糕。然后那个我就觉得，怎么感觉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？原来我忘了放牛奶了。后来我就加了牛奶，然后那面粉糕我们已经在做的时候解决了。哎，刚才我本来想说我要试一下 mix chocolate powder 来做一下那个 dalgona coffee，可是 mix 完那个 chocolate powder 的时候我就打不发了，然后我就变成现在变成像什么 chocolate coffee，像很像 Nestlé 这样的 Nestlé 这样的味道，可是我觉得也是很好喝啦，只是就打不发咯。哦，好伤心。你要讲摩卡是不是 啊，就像摩卡 Nestlé Nestlé Delusion 就很像摩卡一样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吃早餐了，快，什么？你们很感动，我早上起来做早餐给你。是我煎哦。我觉得可能可以再薄一点，可能有一点厚。再薄一点，有你点要看你第薄。一篇煎哦。第一片因为没有放牛奶啊，你好记仇啊。我是要给大家看年年怎么睡觉的。哎呀，年年你醒了啊！没醒，他的 pose 没有换到，我给你们看了。首先，两只手要这样趴着。然后给他的头这样倒下去，最重要的是他处于快跌下来的状态，这里一只脚，这里一只脚，你这样睡不累的吗？啊？谁叫你不要乱走？哎，我觉得你很厉害耶，因为你每天都是这样看着我睡觉，然后我还可以这呢，我刚盛了一碗薏米汤，因为我跟饶先生两个人都有一点点发热气，就我的身体会觉得经常会觉得很热，然后皮肤也很差，所以就昨天煲了一点薏米汤，今天喝，希望有帮助吧。这应该要放 ham 的，可是我们家里没有 ham，所以我们就放 mozzarella。不能，我们就放，就不要谦虚了，是吧？粥或者饭的那个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应该。饭我也是有看到食谱讲可以。奶奶来找妈咪呀、啊？妈咪要准备运动啊，奶奶。
我刚吃了一些 taro ball，然后现在准备做运动，因为连续做了几天运动的关系，然后我没有那么多那个运动的那个 top，所以不然我有，可是我就没有外面那件衣，所以我就只好穿一个普通的那个家里衣，就一个 cotton 的衣服。本来想说今天要 skip 一下运动的，因为其实2:30也约了朋友大家一起运动，可是大多数人今天就有一点事情要忙。我就想说不如取消。我 call off 的原因呢，也是有一点点的私心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痛，最近的运动我的腰好痛，然后我的腿也好痛。我上楼梯的时候还好，我下楼梯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八只脚这样慢慢慢慢下，真的不夸张，真的很痛。所以那运动，就假如分开做的话不难啊，连续这样连续做哦，我就觉得好痛。还有我这里，哇，我这个 arm 这里超痛的，是啊，是痛到也很开心啊，你知道，痛并什么痛并快乐着，因为我觉得就很像很有效这样啊。所以本来想说 skip，可是又吃了那些 tea time 之后，然后又再加上昨天的火锅，加上今晚我又想吃面条，唉，盖尔先生就跟我讲，你看肥不是没有原因的啊，我也知道啊，好烦哦。那我们就来运动一下。哦，对，那个镜子我们放在暂时放在这里，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地方放。然后我在这里做运动嘛，我就想说放在这里，然后可以看一下那个动作是不是正确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说下说下又要做晚餐的时间了，先做运动吧。今天就做这一个 abs 的。我成功了，加油！明天继续。So is it wrong to dance this life？Hello，所以我们已经把晚餐做好了。昨天的那个火锅我们吃不完很多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煮个面，随便煮一个干捞面，是什么印度米还是印度米？这个是印度米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些料全部水煮起来，然后放在那个上面一起配着吃。哎，昨天的答案，我的化工超级好，因为全部人都猜对了，拍手。然后师生说这个题目太简单，然后说我们两个人出的题都太简单。他虽然说，假如大家还想玩的话，可能以后我们挑战难一点的，玩猜成语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帮忙 like and share，然后不要忘记按下面那个 subscribe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我每次想他明天见，我都要想一想，因为我怕我明天生不出片。我好久没吃这个了。